新圣教一心大学所有贤士同修，请各位合掌恭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心的伟大没有办法用笔来写，念的渺小也没有办法用笔来写，所以心和念都集于一身，我们的身体之内。念是一个妄想，心就是慈悲和喜舍。曾经有一位老信徒欧巴桑，他到仙佛寺看到我，很高兴，说追追追追哦，师父啊，你常常说讲念头和心不一样，请你告诉我心和念有什么不同啊。我就告诉他说，你现在来找我干什么？你跑那么快，你跑那么快就是念啊，念头念，你念去想会很累啊。那心想你就不累了啦。你在家里看我们维新电视台，你所想的在你家想，似乎就在你的心中，那就是心。你现在到了仙佛寺来，自己搭车子来，从湖龟攀手一直走走走走走来，希望见到似乎。你已经见到了，这就是念。那么念你想了，你的心里就到了啦。所以心就是慈悲啦。伯啊，你知不？因为我知道啦，心就是慈悲和喜舍，念就是有烦恼。所以常常我们会看到很多病人，尤其现代的人病特别多，精神病院特别多的人在那里，疗养院，我们都很同情。人来世间上，你忘了自己的心，你用错了啊，你的心就是用你的念来作为你的主宰，你的主人，所以你就会有很多的烦恼呢。所以这一位老菩萨呢，欧巴桑呢，哈，师父啊，原来就是这样哦，这么简单而已啦。我在家里常常想到仙佛寺风景这么美，想到仙佛寺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坐在那边接受众生的祈祷，佛就是用心
包容众生，听众生的事苦。我说你这就对了啦。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要我们修心嘛，心在哪里，念在哪里，念在头，有颠倒梦想，有共高，有妄想啊，拉不下脸啊，都自以为自己是最了不起，天上天下自己是最了不起的，到最后的结果都是烦恼的人生。所以现在世间呢，精神有问题的人特别的多，他错用了心啊，把心错用了，把念当为自己的主人。这个是我们国家心理学教育的老师、教育工作者应该重新思维心和念的不同之处。但是念是由心所生，而心是念的依归处，那就是在太极图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太极这是念，里面有心，这是心，这念，三心一念都藏在人的一生。所以念心中也有念，但是是很小。若是你念忽略了心的尊贵存在，那你的烦恼就很多了。所以这有三毒贪嗔痴，念这戒定慧，戒定慧完全是一个光明天，一个黑暗面。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你务必要了解这个道理，否则的话，我们把念当作自己的心，把念当为心，即是共高妄想，一无是处，你会找不到心啊，就没有结果，烦恼颠倒梦想，那就是我们的念嘛。那如何把心用出来呢？如何用心？就是慈悲以喜舍。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有用心看台湾，用心来看台湾，你会发现台湾2300万人民的思想行为是慈悲与喜舍了，是包容地球人类的所有一切的心和念。所以台湾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念呀。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老祖开示我们，心和念都不同，念和心，心是空中妙有，念无中生有，空中妙有。这修行者才会悟到空中妙有。平时呢，你看他没有什么，穿了一身不上眼的衣服，但是他所说出来的真理是代表神、代表佛、代表天，代表你的心、他的心、大家的心和行为，这都是空中妙有啊！啊，很多现在的人身体上穿了一身的高贵名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这是念。这叫做无中生有，生有是什么？烦恼，颠倒梦想，跨爱与不安。啊，穿了一身的名牌，你走到街上，你眼睛所看到的是他人的身上有没有人跟你一样的名牌啊？有没有人穿的名牌比你更名牌？这种人是最可怜的人，非常可怜。名牌是你自己设定的，但是心空中妙有，他已经包容了你的名牌，在他心中的一个小小小尘埃而已，不值得一谈。哦，所以有修行与没有修行的人，差了天跟地，有天壤之别，天地之差别。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用心下功夫，你时时为人祈福、祈祷与祝福的人，你是用心在活着，在活。若是一天在比较名牌啊，或者各种比较的，那是很可怜的众生。那没有智慧，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时时都在给我们启示。有如民国96年，地球臭氧层南方的地方，空界臭氧层破洞，世界的人类人心惶惶。有钱的怕自己的钱没有了，有地位的人怕地位没有了，啊，种种都颠倒梦想，很可怜。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是唯心弟子，空中妙有，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要消灾化解。所以在丁亥年96年5月5日升坛，啊，到7月24日我截止，要恭送天德经64万部，而且
在暹罗是龙藏五百罗汉如来远的地方，每日深谈诵经祈福来祈祷啊，这个也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且要用心日夜不停的啊，来诵经念经祈福的法仪护摩法会。结果在7月24日孝圆满，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就宣布了臭氧层已经补了30%，这是一个用心的案例实例。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用心是从慈悲以洗手，不要去计较众生的怎么样对待你，而是要用自己的心，因为你用了心，所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成住坏空啊，一切的灾殃都在你的心中自然的生灭，成住坏空自然都已经存在了。所以你用心的时候，你可以为众生来补天啊，补天从哪里补起啊，就是从太极图。这一点和这一点，这个是虚空，虚空世界，这个臭氧层的破洞，你要把它补满了。怎么补？要用经修行修心来把这个烦恼，就是臭氧层的洞，我们大家发出慈悲的心啊，你用越多的心，大家一起来祈福，你就把这个补掉了，全部一片光明，一片光明的心就无烦恼，无烦恼。所以在当时丁亥年7月24日我们圆满了，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啊宣布了臭氧层补了30%，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大众们欢喜的心，那即是心，那所有的念头烦恼是念头就没有了，所以臭氧层的烦恼就解除了，那就是念啊，一片的光明是心。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课题由浅入深，由深再回到浅，深浅都集于一身，只是念和心的运用啊，这个智慧你才能找到心的伟大和光明。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开世间觅菩提，有如觅兔脚，找兔子的脚，兔子根本不可能有脚。所以佛法在世间，佛法就是智慧的法，在世间智慧的法即是心法，空中妙有，不是无中生有。啊，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尊重生命、尊重人性的国家，中华民国就是民族。啊，现在大陆还在实践的原来的制度啊，我们不予置评，我们是只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来了解，就是用心，空中妙有。现在2016选举来了，在野党与执政党都推出适当的人来代表两极化的人的念。那么两极化就是太极，太极图古圣先贤已经就画出了，两极化这一阴一阳甲乙，甲这个是在调查当时台湾人民的思维和修行和智慧，而这个也是在代表当下台湾人民所需求的一个阴，一个力，一个是阳，一个是光。啊，你再怎么样，力与光两个都需要。力中有光，光中也有力。啊，这个心和念。那么当下我们台湾整个的人民，你所需要的是光明吗？或是继续要黑暗？一直在黑暗的境界来里面摸索，来找出自己的心，或者直接来选择一位心灵光明的，有慈悲洗手的人作为代表整个台湾人民的当下的需求，或是来选择当下台湾整个人民都还在立黑暗里面用斗争，还在过着五千年前到现在来的恩恩怨怨呢？所以我们当下要代表台湾人民，只有用选举啊，民主以民为主所需要的。所以这个选举制度非常的科学，又符合
人心天心神心所需要的，那只有用投票的方式来找到当下整个国家2300万人民所需要的在哪一个方向。所以有的人他喜欢还在黑暗里面摸索浑水摸鱼啊，提不出一个好的人心的依归，这个人还是有。但很多人还是希望尊重天心人心天意，来找到哪一位他的理念他的思维他的行为代表台湾人民啊，所以选举投票的结果啊，你是在哪一个境界，在这最高的境界阳面就多阴面就少。还有的呢，提出名利啊，与利浑水摸鱼的状态啊，这个多的话，人民所需要的就是名和利。那这一个光明的就减少了，黑暗就增加了。你黑暗增加，整个台湾人民以后你要过的是怎么样？所以你在下面挂就三峰古，三峰古挂，三峰古挂就是满盘里面还是很多的虫虫，人民所过的生活还是在斗争烦恼的状态，因为三龙古卦下面虫就一大堆，光明面就少了，都是你在这里火天大油。啊，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你多了好的政策理念，多了人民的烦恼就会减少，这是我们易经风水和你当下现代性人民生活的完全是等号耶。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啊，国家社会见太平。所以2016到了，我希望我们整个的国家2300万人民有一片火天大油的光明天，那即是代表天心的上升智慧啊。各位唯心贤士，各位书房善知识，天意是现在民意，民意上面承天微光加持灌顶，那即是天意。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啊，当下
未来我们整个的人世间的生活都要成天为光啊，依照天都光明面来助我修行。我们不要以为我自己有两把刷子，一个大团队就可以为所欲为，瞒天过海啊，欺骗 老百姓。在民主制度就是天的制度，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列祖列宗的本来光明面都集合在台湾的人民身上，身心合一，这是我们生存生活在台湾我们的殊荣。但是我们要注意，往往在过去很多喜欢政治工作者也抓住百姓人民的弱点，第一要钱，人民百姓也认为你要做这个一个官位，你是有钱可以啊，从中弄一些钱。当然你要钱，要我投给你，当然要钱嘛，走路工，这是人的习性嘛，也是主政者未觉悟未开悟啊，玩弄百姓的手段和行为，那是在啊污染了人民的心和灵。但是我们人民百姓是两厢情愿的，所以在当下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走到非常明显的光明天，那未来哪一位代表者心和念都是光明的的时候，即是我们众生的依归了啦。所以最近选举一直来了，一直逼近了啊，很多信众大德啦会问我说，你看师父哪一个可以当台湾的总统？我就跟大家说，能够代表全民光明的心的人即是人民所依归的，而他的思想是光明面的，即是我们人民所依归的。若是当下我们全民都还走在黑暗斗争的话，当然你所选择的对象专门以无中生有摸黑来摸了我们人民的心，而用一块黑布把百姓的脸盖起来，然后顺着你走，走到最后来还是一片黑暗的未来，那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天意示现在民意，民意示现在民心，而民心光明本来就光明，这是民的念头无中生有，就是还在从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摸黑制造各种的恐怖颠倒梦想的时候，这个不是人民所要依归的，也没有资格来代表天神。所以天神是慈悲与喜舍，绝对不是用占有的，不是用一些不切实际的手段骗众生，众生百姓被骗了之后才发觉错了，怎么这样呢？那安呢这一个就是人的念头，执政者领导者他是用念，用念来执政，无中生有，若是有修行的人用心，用包容的心，空中妙有，可以带动整个的百姓到达心安的境界，到达和谐的境界。这个即是台湾人民所需要，也是世界人类所需要的。所以我们都从不同空界、天上界、新的世界投胎转世，无形化为有形之后的人生。可惜我们都忽略了人生的珍贵，里面含藏着光明的慈悲与喜舍的心，而错用了诽谤、抹黑、排斥、制造谣言、恐怖、颠倒是非的想法的行为，那都是念。所以各位，未来你们要选择，要为全民找到一条全民共同的心和依归，那只有从光明面的心，有慈悲，有喜舍着，才是人类共同的依归。若是以空中妙有作为治国的人，即是带领各位迈向和谐的社会和国家，反而若是以无中生有来骗取众生人民的错误方向的时候，那即是无中生有的念头是黑暗，找不到光明的。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开示《安心真经》，有安大众的心，有安自我的心，安家庭的心，安全民的心，安灵魂界的心，安祖先的心。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是一个安心法门，你要安心一定要用智慧啊。
若是没有智慧，没有办法安心。你要安心，要先从念头无中生有去解除。好，我们的坏习惯和坏思想瞒骗众生，瞒骗全国人民，到最后的结果是不完美的。这一点我们身为维新圣教的贤士弟子同修，要用正确的思维来看待。若是我们要找一位代表台湾人民是共高与妄想，那么整个国家的安定一无是处啊！共高妄想一无是处，就有如现在我们台湾现在的社会状态，烦恼的很多的不得了，一直在谈改革，没有相当的智慧和慈悲心，没有修行的修行者，你要提出很好的政策，安人民的心，确实是很困难。所以你要空中妙游的心，就是要修行，要了解心，虽然是空相，但是是已经包容了一切万法。有修行的，你会把人民的疾苦放在你的心中，来加以祝福和祈祷。啊，这样的话才有资格代表台湾人民，台湾当下的2300万人民，大家所需要的是什么？啊，大家都很清楚。啊，权贵是服务众生的一盏灯，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开示了那一句话：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所以我们身为执政者，绝对不要玩手段，要秉着啊国民党创党的大神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理念，天下为公，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个即是我们当下全人类所遵循的一盏灯塔。若是自己想了一些啊恶劣的点子，无中生有，摸黑造谣是非，不实在的啊等等的坏行为的时候，这个不是台湾人民所共同需要的。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位政治工作者的朋友们，我们要学习用心，心就是包容，空中妙游，念就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念往往不客观，心是客观的，心是了解民意、全民的疾苦、人类的疾苦，念是自我为我主义啊，这一个自私自利的行为和思想者，
啊，不知民情疾苦，这都是练。所以你要安心的一条路，注意不要共高妄想，共高妄想整个国家一无是处，共高妄想是你的个人钻入死胡同里面的自我熏陶主义，而不是民权、民生、民主的主义，不是天地人三才的思维主义。所以王禅老祖道家十行啊，告诉我们要修心，要修口，要养灵。灵是打整个所有人类依归的本来面目。心我们要修，让整个国家人与人之间啊，国家与百姓之间啊，地球人类之间都充满的一片和谐和光明啊，这个即是我们的修心。修口，口是德，也是祸根啊，我们不要用各种的方式来骗百姓，老百姓都带着一个希望啊，希望说的算，结果说的不算的时候，百姓人民会陷入烦恼和颠倒梦想啊，这都是一个人自我共高，我绝对能够给国家人民什么，给国家人民多少利益，结果共高妄想，不用心来做，到最后的结果一无是处。那么请问当下的全国人民同胞们，大家所感受所体会的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是需要用更光明更客观的来选择今后能够代表台湾人民，代表地球未来全人类心所需要的和谐和净土啊，祝福各位。